首部 4K 全景声粤剧电影《白蛇传情》即将同观众朋友见面。这部广东出品的银幕佳作曾经在各大电影节斩获荣誉，备受观众期待，现在终于要揭开神秘的面纱了。《白蛇传情》由张险峰担任导演，沿用同名舞台剧粤剧班底，国家一级演员曾小敏、文宇清、令涵主演，黄燕飞、朱红星联合主演。故事虽然是取材于大家熟悉的故事《白蛇传》，但剧本电影增加了渣男许仙的觉悟，还有改变这一段爱情的结局。《蛇传情》换新了戏曲电影的表达方式，令它更加接近当代年轻的主流审美。在电影里面，剧组将戏剧的唱念造打和具象化的电影语言进行了跨界的融合，就好像《道仙草》这场戏，白素贞和两位仙童的打斗戏里面，就结合了戏曲的程式和仙侠类影视作品经常用到的画面特效。你要端叶如望千尘，依佛湖方可力阿坚。影片采用前沿 4K 技术，特效镜头占全片的90%以上。为了追求极致的东方美感呈现和震撼的视觉效果，由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中国深圳三地顶尖特效团队共同完成特效部分，将戏剧舞台抽象化的桥段进行电影呈现。我呸！日间你情我愿，爱了昨日的眼，惯了那份的事，亦了那女的气。导演张险峰曾介绍，《白蛇传情》画面融入了宋代美学所追求的简约、留白和气韵，而从预告片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每一帧画面的水墨感和壁纸一样咁好看，而浓淡的程度呢，就视乎人物的处境和心境而变幻，令人非常惊喜。为了他，靠。
尖草，为了他万金山，为了他死生死，为了他我愿塔里再困。情意。